尾呢條街咧叫做海街啊。呢度入邊咧就係、是、大西洋嘅海啊！唔好諗住呢兩屋好貴喎，因為調轉喎，海街啊或者窩利士頓嗰、那個嗰條街啦、啊，因為窩利士頓係挨近個海啊嘛，嗰扎屋唔係好貴嘅喎，同我哋托倫圖咧湖區嗰啲屋好貴嘅，嗰、那個啱啱相反嘅，我。自己猜的原因呢，因為湖呢對著個湖呢，你睡覺趌起身又望下個湖景好舒服啊，但係呢度呢你對著個海景呢你又未必咁舒服啊，如果突然間發生呢淺層地震嘅時候呢，你嚟唔切收到警告趌起身去逃命呢會冇命啊，湖呢唔會突然間話啲湖水仰一仰上嚟浸死曬你啊，但係對住個大西洋咧就好難講啊，隨時整個淺層地震，整一個海嘯，佢升高五米啊，五米即係三五一十五啊，十五尺噶喎，成間屋一層高浸一浸，跟住一扯咁樣將啲人瞓著覺嘅時候扯咗出大海噶喎，大佬唔係講笑啊！而家呢個遠眺啦，睇到波士頓嗰邊，呢度海嚟㗎啦，已經係。所以呢頭睇海景好容易嘅啫，呢幾間屋後面就海嚟㗎啦，已經係。隔幾間屋嘅啫。近呢幾年咧，因為成日咧喺呢度睇啦，個海平面係升高咗好多噶啦，已經。啊，所以呢間超市咧都係叫做 shore 啊 supermarket 啊，海岸邊嘅超市。個招牌咁爛殘都知道呢間有幾耐啦。